Hello， 大家好。咁大家咧见到呢个画面就知道咧，我哋今日要玩嘅系乜嘢啦。咁今日咧就系玩呢一个嘅 Pokemon， 然之后合埋呢个 Minecraft 一齐玩嘅游戏，就叫做 Pixel 网嘅。吓呢一只就叫做 Pixel 网嘅一个嘅模组啊，呢一个系。咁首先讲下一啲少量嘅规则先啦，系啦。咁我喺呢一个嘅呢个系列入面咧，我就应该吓吓，应该就唔会死嘅。啊！如果嗰只精灵死咗咧，咁就要放生佢啦。咁呢一个系第一个嘅一个挑战啦，当系俾自己。咁然之后其他嗰啲咧，呢个系列咧，我打算咧，起码都拍超过大概30集左右啦，吓30集或以上啦，吓。然后目标可能系超梦梦系啦，我唔知道呢一只 game 有冇超梦梦啦，因为听讲好似系要用到一啲细胞。嘅一啲嘅，即系要用到梦梦嘅细胞去唔知点样合成嘅，系啦。咁总之咧，我哋可能就会以呢一个为目标啦。另外就到时再睇下点啦，系啦。暂时就以上咁多嘅一啲嘅挑战嘅一啲目标。好，咁我哋睇下拣咩系先啊。咁其实最好嘅、基本上都一定系火系噶啦，系啦。最我觉得一开头作为雨三家最强一定系火系噶啦。咁因为咧实在。可能有啲飞行系咧，草系就未必够打嘅，系啦。咁水系就其实水系都可以，有冇水飞行冇啊？呢度唯一一只识飞就系小火龙，系啦。呢一度咧可以用到骑乘嘅一啲嘅效果嘅。咁我哋用咩好呢？我哋用只水系啦，一系，唉，都唔好用只奇异花咧，继续用到奇异花，哦，奇异种子 ，OK。系啦，咁大家见到咧，虽然我话就玩咩一个嘅 Pixel 网啊，但系大家见到啦，呢一度咧系一个呢一个嘅 Skyboard 嘅地图啦。OK， 好，咁入面就有一堆嘅呢啲可以落到地狱嘅嘢啦，或者系一啲整岩、整呢一个鹅卵石嘅一啲嘅方法啦，各种唔同嘅道具喺入面。都系啦，第一步我哋先做嘅就系要掘木先啦。咁有啲人可能会奇怪啦，咁你点样边度有精灵俾你捉，俾你去挑战，俾你去打啊？冇错啦，就系、是、靠呢一个自己生成出嚟啦。OK， 好，我哋首先整呢一个嘅 craft table 工作台，跟住整呢一个嘅半砖啦，因为基本上都系用半砖噶啦。然后我哋就放喺呢一格啦。OK， 然之后就要扩大佢，放大，哎。即刻起錯咗，哇！咁快就死，好似可以死嘅系啦，好似可以死嘅，个人都可以死，精灵唔可以死。黐线，我啱啱先讲完，咁快就死咗，哎呀！好啦，咁头先咧有少少意外啊，所以我哋重新嚟过啊。好，我哋继续拣奇异种子作为我哋嘅第一个伙伴。好啦，今次我应该会先整一个木稿出嚟，去到整去到整呢一个嘅掘石嘅吓、木稿出嚟掘石，咁会好少少咯，我觉得。好，跟住就放喺我边架好啊，我呢架先啦，系。跟住整个木稿出嚟。咁呢两块牌就整烂佢啦，呢两块牌。好，然之后就放冰同埋熔岩，我哋搵个位去掘。我睇下先，因为我太耐冇掘过，所以我唔系好记得点样掘。应该系呢度放冰啊嘛，定呢个放熔岩啊？呢个放冰，跟住整烂佢，跟住呢边放熔岩，跟住呢度就会变成。系啦，变成鹅卵石，咁就啱啦。我哋呢度就可以咁样掘。之后咧，我就要改一改少少嘢啦。我哋搬走呢个熔岩先，呢度改为鹅卵石，跟住放翻呢个。之后就用鹅卵石整个半砖出嚟，半砖跟住放喺呢格度，系啊，等佢封一封先，系啊，费事自己跌咗落去。哇哇，我好惊，好惊自己跌咗落去。OK， 咁样封一封自己先，话安全啲啦，好危险啊，劲危险真系。全部换做半砖，跟住我哋就将呢个半砖放喺呢一格，系啦，跟住跳落去，系
睇住啊，小心啊！跳落去 ，OK， 放喺呢一格系啦，因为呢一格咧佢咁啱喺呢一个搬砖，啊唔系咁啱喺呢个方块上面，咁所以其实就唔会影响到佢生怪嘅。啊，如果放低一格咧，就会影响到佢生怪嘅。好，跟住我哋掘烂呢啲跳上去。好，跟住继续掘少少啦。跟住全部围住条边咁样起过去啦。哇，烂咗一个，唔紧要啊！我哋唔好因为咗执嗰嚿嘢而跌死自己系啦，因小失大啊！呢啲叫做头先嗰度都算唔算完美示范咗咧？系啦，因为用半砖咧，始终个危个风险喺度啊。好，咁我哋成功围咗一个圈之后咧，就可以去到掘埋呢棵树啦，系嘛？我哋掘多少少啦，因为惊嗰度穿窿啊。怕那裡穿洞會跌了樹苗下去，那就蝕了，不是那麼好。好，差不多了吧，差不多了，這裡可以掘埋那棵樹下來，擠回那塊冰先，怕一陣跌了下街，那就玩完了。我們要做好一些安全的措施，一些保險啊，是啊，穩定條後路先，一陣跌了個水桶或者跌了粒冰下去呢，無限水源又沒有了，是啊，又要重新玩過了，是啊，有樹苗就可以了，好，可以放在這裡，繼續。OK， 基本上我哋嗰个岛仔就已经成咗少少型啦，系啦，多咗唔同嘅方块可以俾佢扩建啊，三唔同嘅怪其实已经好好啦。第一个阶段就系咁样，然之后咧就系等精灵嘅生成啊。有啲精灵咧好似身上会跌一啲 Minecraft 嘅道具嘅，例如咩铁啊或者系线啊、蜘蛛绳嗰啲，好似都会有机会跌嘅。咁但系啲咩精灵会跌咧啊？呢一个都比较。唔係好清楚啊，我都唔係好清楚。之後呢格，啲可以掘走佢啦，因為佢已經好完美咁引咗落嚟啦啲泥土。呢度都係掘走啦。啊，呢度啲嘢可以拎走曬先，拎走曬佢，跟將佢放落嚟。喂，哇，我幾驚跌咗落用岩啊！雖然個箱啦好似冇乜用啊，但係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資源嚟嘅，唔可以亂咁抌咗佢。Okay, 整个无限水源先。无限水源的话呢应该是这样啦。这样跟住。啊这样可以整到一个无限水源啦，这个空间。之后再放大一放大少少啦。OK。啊，咁啊，整到一个无限嘅水源啦！依家我哋就将嗰个冰拎出嚟，放喺呢度敲烂佢，跟住再滗一格水过去。啊，我惊因为咧，我真系惊唔小心咧，整唔见咗呢个水，咁就麻烦。好 ，OK， 搞掂，咁嗰边有无限水源啦。2000 years later， 究竟要几多佢先会生怪啊？啊，可？嗰啲精灵几时先要出嚟啊？可爱嘅精灵，你哋出嚟未啊？我哋等，我等咗你好耐啦。我甚至以为我而家玩紧嘅就系 Minecraft 啦，已经吓，已经唔系咩 Pixel 网啦吓，已经唔系 Pixel 网。啊，奇异总之出嚟啦，呢度就系你嘅地方啦，以后你就喺呢度生存啦。啊，应该唔系啊，应该有其他精灵会出嚟啊。啊，系啊，顺便整埋嗰个机关先，呢、這、一个叫做掘鹅卵石嘅机关。咁鹅卵石嘅机关要点整呢？睇下先，咁样啦，咁样，跟住呢一个就系鹅卵石嘅，呢度流落去。咁啊 ，OK， 咁样啊，呢度留多格系嘛？要，我都懵，唔知系咪咁样咧？好，行开啲棋，总之。做啲好正经嘅嘢啊！我整紧你啲敌人出嚟啊！我而家个水要放呢一格，咁呢度咧应该会变做呢格系嘛？跟住用哇搞咩啊 ？OK， 好，用系放呢一格，呢一度就会变做鹅卵石系啦。咁但系呢一度要注意嘅就系咧有啲危险啊，因为好近平时行嘅路啊，所以呢一格咧就要封住佢。啊，咁样封住佢，咁呢啲其实都可以掘走啦，因为已经冇乜用啦。咁而呢度咧，呢度最好就咁样就封起佢啦。OK， 好，就系咁啦，呢度都封埋佢。
咁之后咧就直接掘呢一格就得啦。咁就唔使怕个熔岩会唔见咗啦。如果再系惊嘅就咁样封住佢啦。咁就基本上就一定唔会整到个熔岩。你唔会滗到个熔岩或者整走个熔岩。不过仲系得一个树苗咋，咁有啲危机喎。一阵间佢唔出树苗，咁又玩完又。好啦，我哋依家30个鹅卵石。究竟有怪出嚟未啊？有怪未啊？你哋出嚟未啊？好，我哋引申一条路过去啦，真系要好小心啊！铺半砖，因为铺半砖咧，一个唔会，喂，冇啊，收翻系其中先，一推我落街佢。因为咧，有时你放半砖嘅时候咧，你放完行过去咧，佢会有时消失嘅。喂，冇啊！唔好黐线啊！奇异宗师，你喺嗰度等我 ，OK？ 我放你出嚟，唔系叫你捉过嚟俾我同我玩。唔好过嚟啦，奇异宗师，咪黐线噶你！哇，好惊喎！见到都系唔好放佢出嚟啦。啊，一阵间先啊，一阵间佢推咗落街，我好惊。又或者我跳过去的时候，跟住佢拱一拱我，跟住飞咗落街，咁就唔系咁好啦。哎呀，鲤鱼王，鲤鱼王，点解你会喺嗰度出嚟噶？吓，唔通我害咗佢 ？OK， 既然系咁，我哋封住条水佢。哇，好危险啊，好惊啊！咁样截一截停啲水 ，OK， 系啦。咁即系就算有鲤鱼王出嚟咧，应该都唔会飞落去啊，因为我呢度跳落去都冇事。咁而佢亦都应该唔会影响到个熔岩噶嘛。据我所知，如果呢度个熔岩冇咗就玩完啦，试下啦。系啦，冇事。系啦，冇事。咁唔通啲鲤鱼王系直接喺水度出嚟嘅？我怀疑啲鲤鱼王系直接喺水度出嚟。系咯，呢度冇怪啦。好，我哋继续铺多少少过去。OK。咁，有啦，第一只负电啪啪系嘛？系啊，负电啪啪，你就系作为我嘅第一集第一次嘅敌人啦。去啦，奇异宗旨。会不会输呢？好惊 啊！有啲惊啊！有边我哋用边先啦，即系嚟。喂，电磁波唔系啊？电磁波唔玩完噶咯，我冇药喎。边佢？哇！佢用嗰招电技击中命害，咩击中咗要害系嘛？哇！又磨面，搞掂。初出茅庐，学到生长，哇！有咁多嘢啊，有红石同埋萤石粉啊 ，OK， 一个唔错喎。但系我哋冇得俾佢食药喎，咁点样玩啊？